针叶子树肯定会好爬一些，因为针叶子树的话它摩擦力会更好一点，然后我们这个仿针叶子树呢它是比较光滑的。因为我喜欢爬树，小时候天天爬，本来都是在那我们那边爬树呢，这里有椰子树没爬过，所以说就参加这个。攀岩竞速呢是源自于海南人民爬椰子树摘椰子的活动，来源于生活产生的一种体育竞技活动。攀岩竞速主要是展示运动员的耐力速度和爆发力。攀岩竞速以速度为基本，主要体现了咱们中华民族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向上奋斗的精神。